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恭请王景冠居士上台为我们讲演中华文化及家庭教育。有请王景冠居士。首先要感谢主办单位暨南丹敬宗学会郭会长还有全体的同修护持这个今天晚上的演讲会。那么也非常感谢关心家庭教育还有中华文化的各位朋友，各位教育界的人士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的题目是中华文化与家庭教育。那么我因为从事警察工作很多人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因为我从事辅导的，也走过100多个学校，10家大概以上的监狱，每一个地方问题都是大同小异。因为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可以说断了层了，那么几乎都每一个家庭也没有所谓的家风、家规、家训、家教，这个问题于是产生了现在的学校的教育、社会的问题，都出现了很多的状况。那么家庭里面都不和谐，都有问题，要找一个像古代这种忠孝传家远的书香门第，或者是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的，做得如理如法的家庭已经不多见了。所以现在的老师非常的痛苦，校长天天头痛，家长每天生气，这个问题解决得了吗？也有的人跑来跟我讲说，现在的学校老师很难教不好教学生学生不听话，而且是每况愈下，一届不如一届。你看我们50岁了，40-50岁的人了，30年前、20年前、10年前、5年前，学生都不一样越来越严重了这个问题。家长找老师算账，你打我的孩子，你剪我孩子的头发，我剪你的头发，这个报仇简直是对立冲突，这怎么教孩子呢？以往中国的传统教育对老师非常的尊重，所谓师道尊严，尊师重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爸爸长辈带着孩子进学去拜老师，3跪9叩礼行这么大的大礼老师能不把孩子教好吗？怎么对得起父母所以以前的教育是相互合作的，亲师共同教导这个孩子学生，所以把孩子教的长大成人，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如果他有才气的话，如果资质不好，也可以做个安分守己的好国民，不会去做奸犯科。很少听到以前做个小偷，这个地方发生了偷窃，地方的大新闻现在杀了人都不是大新闻，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问题就出来了，出在教育问题。教育这两个字根据中国古代的《说文解字》，教育，教就是上所思下所效，也就是上行下效，也就是以身作则，也就是身教重于言教。这个育人，育就是教子始作善也，教这个孩子，教这个学生，使他做好事，行为不会偏差，善恶分明，行善积德，这叫做教育你看看我们现在长出来的孩子什么态度，对父母不恭敬，对老师
不尊重，甚至还老是骂他。他把皮包拿出来看，马币50块一张的一叠，气死老师啊！你是跟老师说什么？你有钱是不是？傲慢呐、啊！是邪教出来的孩子，怪我们父母啊，会生不会教啊。所以老师倒大霉，父母不会教，没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落空，监狱将来客满，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很深啊，所以君子务本，我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下手，不能从表面去解决问题，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制造很多问题。所以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西方教育制度，西方最头疼的就是青少年犯罪，他们的教育方式和我们中国完全不同，传统文化完全不一样。西方教育都是自由放任，活活泼泼，好像是任他的个性在发展了、像是养成他的自我中心，也就是自私自利。所以西方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发展了不到300年，这个世界怎么样呢？各位觉得还能住吗？西方议员都讲末日近了，你认为是真的吗？还是假的？还是吓唬大家的？不用预言，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学生都是未来国家的主人翁，我们把国家放在他们手里面，哼，他们一个一个脾气比一个一个大，武器都他控管，对不对？他随时按钮就发动战争，火大了，对不对？这个世界就完了。所以弟子规的蔡老师啊，他还是呼吁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啊，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啊，要不然倒霉的是我们将来啊，不得了啊，没有教好他们啊，将来他们掌权啊，主导社会国家的这个权力啊，那我们这些，我们晚年绝对不得安宁，没有好日子过，会很痛苦的。中国的教育从小叫你老成持重，为什么？君子不重则不威啊，一个人浮躁轻浮不稳重，你敢把你的家业、你的事业、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单位交给他来当领导吗？哎呦，不得了啊，如果这种人来领导的话，天下大乱，会制造很多问题出来。所以我们从小，我们中华文化就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所谓弟子规就是中华文化里面各种家教的集大成，叫弟子规。现在的学生上学之前有没有学过弟子规？没有啊，以前是7岁之前一定要把弟子规学完。从哪时候开始教？从儿女生出来的3、4天就开始教了。父母要做个好榜样，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小孩子你看他不要说他不懂事哦，生下来3、4天眼睛就咕噜咕噜的在转，耳朵在听，虽然他不会讲话，他都不断的在学习，除非他睡着。所以我们父母的言行要很谨慎啊，一言一行都要做儿女的榜样啊。所以这样子教出来的儿女不一样啊，都懂得规矩啊，都懂得孝顺父母啊。到学校老师教书轻松的不得了啊，你们看到以前的老师师叔根本就不会喊破喉咙嘛，拿着鞭子放在那里背诵背诵再背诵，这是中华文化的教学原理，和现在的学校教学完全不同。因为三字经讲过，教之道贵以专啊，
从经典下手啊，不求解义，不要问什么，不要说这是坏，不可以问。为什么？你问，你是胡思乱想。这么培养青少这个小朋友的清净心，让他不打妄想。你看小孩子现在胡思乱想啊，脑子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加上现在的媒体、电子文化、电视、网络，你看老师怎么教？我问你，全部给污染了。所以现代人最大的悲哀，心理污染、思想污染、知见污染、精神污染，不是环境污染，环境污染那是小事情，真正是心理污染。你看从小就被污染了，他到学校老师怎么教？老师教不动了，所以老师现在很可怜了，真的很可怜了，情绪很不好，不稳定，容易得癌症。所以老师这个行业是神圣的事业，所以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今天来听这个课，对你从事这个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家长要来听这个课，对你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怎样落实自己的家教，也有很大的帮助。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啊。要不然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之后，你就知道了，他是给你讨债的，还是给你报仇的。你花了这么多心血，到最后被他气死。你以为解决问题啊，好戏在后头呢，随时演戏，你不知道怎么收拾，给你闯祸，结了婚都给你闯祸，离婚，孩子就给谁？就给爸爸妈妈养，他没有责任观念。所以问题是这样子，社会问题才那么严重。那么离婚率就带动了这个犯罪率，是一定的道理嘛。所以我们中国古代为什么中华文化可以绵延5000年还存在这个世界，世界所有的文明，古代古文明啊，所谓四大古文明啊，都已经不见了，只剩中华文明还在。根据1920年欧洲人的研究，还没有发生大战，那时候第二次还没发生，他们就研究为什么中国这个民族，这个中华这个文化可以绵延5000年还存在。他就研究其中的道理，发现结论：中华文化重视家庭教育。答案出来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中华儿女，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呢？有没有在重视这个家庭教育呢？如果没有，必尝苦果，这个痛苦的果实马上就尝到了。你看现在小孩子跟妈妈爸爸讲话没大没小啊，不懂礼节，一言九鼎，你讲一句他顶你9句啊，你说怎么办呢？还跟老师辩论呢，对老师一点都没有恭敬心。要知道，一切学问的成就，一切德行的根本，在敬，在恭敬。所谓一分恭敬啊，你就得一分的利益啊；你10分恭敬啊，你得到10分的利益。现在小孩子的恭敬心没有了，从小没有培养，怎么办？一下子给他电子游乐器，一下子给他看电视。电视带大了孩子啊，你看看雷九南博士写的电视带大了孩子，另外一个世新大学教授罗小兰博士写的谁扼杀了赤子之心啊。这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希望大家为人师长为人父母的仔细看一看，你才知道现在教育多么的困难啊。因为有这两种利器啊，在杀伤孩子的这个赤子之心啊，他们的清净心啊，全都被污染了。要怎么教呢？你读书读了3小时，看电视看了半小时，你的清净心就不见了，你就被染污了。所以做父母的要以身
示范，自己不要看电视，家里面电视不能随便开。你做得到吗？做不到。你想你孩子好很难呐、啊，都被电视教坏了，都被网络教坏了。生他养他，结局是如此不孝，让你产生这么大的烦恼，还不如不生，把他塞回去，又塞不回去，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所以我们要想清楚哦，婚姻不是儿戏啊，养儿育生儿育女不是开玩笑的，是人生的大事，是替祖宗传承后代的香烟，不能够草率从事啊，要慎重其事啊。所以婚姻这个轮啊，哦，是古代非常重视、最隆重、最慎重的礼节，就是婚礼，很有学问啊，让大家重视，让你不敢离婚。现在离婚好容易啊，结婚也很容易嘛，太轻率了，太冲动了。所以啊，问题再推溯上去，哦，一层一层的扣。你光看孩子不孝顺，孩子不好好学习，孩子会犯罪，会杀父杀母，会制造社会的这个动乱。你要向前找他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些都是结果啊。你要看他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啊，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否则都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永远医不好。所以我们中国人懂的道理，君子务本啊，就大树生虫了，虫从这个根里面不断的滋长，源源不断爬到树叶上面，全个大树都是虫，布满了虫。你要怎么抓？我问你，你要怎么预防这个病虫害？抓不胜抓，靠派警察军队去收拾残局，收不了的。所以警察越多，自然越坏，有没有？教育出了问题，要从根本下手，固本。根本固好了，免疫力强了，它的虫的生产量啊、哦，滋生量就越来越少，树上的慢慢收拾。就解决了吗？现在有几个教育界家长，几个大家重视教育的人士，有几个知道这个方法？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啊，从根下手才有用啊。要不然你看我们投资了多少的资金，建了多少的学校，产生了多少的学生，出来以后怎么样？要找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很难找到啊，都是投机取巧啊，几乎都自私自利啊，不像古代读书人。哎，你看范仲淹我们都知道嘛，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看范仲淹读古代，从古宋朝的人从小就读圣贤书，他们的心量都不一样。有一次他去算命，哎，他说问算命先生，请问算命先生，我能当宰相吗？算命先生，你年纪轻轻怎么口气这么大？他想一想，那我能做医生吗？哎，奇怪，你怎么从宰相一下子叫了医生来了？怎么落差如此之高之大？那他就问他，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两种行业呢？他说只有这两种行业可以救人。一个可以救全天下的人民，宰相嘛，一个是没有办法嘛，做医生嘛，看病人救病人的命嘛。以前的医生很有道德的呢，悬壶济世，哎，哎，你病人没钱照样给你看病啊，不会问你，哎，你没钱我不给你进来啊，现在你没钱不要进来，死在外面他也不帮你动手术。以前老师也不会问学费多少，你给他多少速修，穷人少一点不给也没关系，富人多一点他都照样接受，无所谓。他绝不是为了你这个礼金啊或者束修啊来教你的孩子，或教的认真或不认真，他不会这样子。所以以前这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医生，在社会上备受众人的尊敬啊，因为他们的道德都很高尚啊、哦、
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小孩子，他读书，你问他，你将来的目标是什么？啊，赚钱啊，读博士啊，当官啊，竞选啊，哦，买汽车洋房啊，娶个漂亮的老婆啊，享受啊，都是这种理念，享受，为自己，哪有想到为天下国家苍生的痛苦，贡献自己的智慧来挽救苍生呢？没有这种理念了吗？为什么？不读圣贤书的过患呢？因为现在废经废伦呐，不读圣贤的经典呐，160年啦，所以中华民族这160年来历经沧桑啊，多灾多难呐，民族自信心全都丧失掉了，崇洋媚外啊，是中华文化不对吗？是错了，是我们自己不争气。跟清朝，你看清朝开国，顺治皇帝啊，康熙、雍正、乾隆，你们都看过港剧吗？那个电视剧都会写演出来吗？你看这个清朝是盛世极盛的时候，国力世界第一强国啊，强盛了150年以上啊。到了嘉庆开始慢慢比较走下，有点下坡，最后咸丰、道光咸丰越来越差。为什么？慈禧太后入宫了，他们开国的时候，皇帝带了文武百官，所有的宫廷里面的人在学习圣人经典的教学，请了很多专家学者，儒释道三家的专家学者来在宫廷给他们上课，学习圣人的智慧来治理天下国家。这个哎，皇帝说不是我讲的，是圣人讲的，大家没有话讲啊，建立共识，所谓建国居民，教学为先。一个政权建立了，一个朝代更替了，最重要的是建立呀，教学绝对不能废除教学，人民要教育才懂得守法守规矩，做人的本分做好，天下自然太平，不用兵力，不用警察，不需要。所以中国人有这个智慧，知道教育真正有效果，真正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圣贤的教育，那更不得了。中国这个民族就是因为有圣人，有很多大圣人，有很多经典，都是真理，都是圣贤思想的结晶，它告诉我们做人处事的经验智慧，而且不会有负面的作用。现在很多学说一时兴盛都有流弊，后面就把它推翻了，对不对？包括科学的发明，后面的又把前面的推翻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呢，那不叫做真理啊。这个地区能够实行，到那个地区也能实行，放诸四海而皆准，这才是真理啊。所以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啊，中华儿女啊，不能够忘记我们老祖宗啊对我们的期待啊。所谓祖宗子孙虽愚啊，经书不可不读啊，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啊。所以儒家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啊，社会风气啊，道德啊，就会很醇厚了。因为懂得慎终，又懂得追远，这就是孝道。中国讲孝哎，父子哪有代沟啊，这是西方有心人士啊创造出来的名词啊，邪知邪见啊。中国的孝字怎么写的？一个老带一个子，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的，是没有间隔的。所以你看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忠孝啊，都讲。李密的《陈情表》讲到“夫孝，夫为圣朝，以孝治天下”，古代的帝王都是用孝来治理天下。所以中国的历史上长治久安的时间非常多啊，战乱的时间不多啊。自从这个你看100年来，现在推行民主制度，中国人受了多大的灾难啊！
各位看看历史就知道了，事实胜于雄辩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极力的复兴中华文化，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你们更有这个责任。我们是移民到这来，希望一个好生活，对不对？祖先很辛苦啊，七八十年来了，这个移民到马来西亚，现在第三代第四代了。我记得前几天还是扫墓呢，到槟城去扫墓啊，我祖母在这里过世啊，埋在槟城的山上啊，广州广东的公墓啊，过世五十几年啦，已经第四代了现在。所以我们既然来到马来西亚，我们的中文不能忘记，我们儿女更要学习中文。但是现在这个地方的教育问题比较多，为什么？学的太杂，违反了经典的原则。各位读过三字经就知道了嘛，教之道，下一句贵以专嘛。现在学校教的是杂博，什么都要学啊。小孩子从小就学英文，学马来文，学这个学那个，学中文，样样痛是样样松，一样都拿不出来，他将来如何有伟大的成就？不可能啦。所以教之道贵以专，专什么？专中文。要分清楚厉害，要了解教育的原理，你才会下手做一个最好的抉择。人生最难的就是抉择，你抉择对了，哦，这一生都平安幸福；你抉择错了，你后悔不是一辈子耶。就像娶了一个媳妇进门，你决定错了，子孙衰三代嘞；娶一个好媳妇进门，子孙旺三代嘞，不一样的嘞。婚姻就是一个抉择吗？很严重的抉择嘞。所以你没有智慧，你哪有判断力？你怎么会做出最正确的抉择呢？全错了，所以问题全部出来了。哎，找到答案找不到啊。所以现在人呢、啊，要好好的读经典了。现在的教育不教这个了。我们现在知道尝到苦果了，再不回头，再不觉悟，前面是苦海无边呐、啊，没有边际呀、啊。我们沉到苦海底了。怎么死都不知道，跟你讲真话。那么我看到我来了马来西亚两趟，也到了很多学校，看到现在的孩子学习态度、学习精神都非常的差劲，包括台湾也是一样。我走了100多个学校，答案是什么？三个字：没救了。你们不要笑，没救了。但是想想，哎，又有一线希望了。因为金工老和尚蔡礼旭老师不辞辛劳，世界宣传，到处奔波，提倡弟子规。他发现要挽救21世纪要靠弟子规，也不是他们发现的。1970年代，英国的历史哲学家，世界公认的，就讲出来了，要挽救21世纪人类的社会问题，必须要靠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我们不谈，今天谈孔孟学说就够了。孔孟学说的落实是不是45经？不是，45经是枝叶花果，它的根就是弟子规啊，根在弟子规啊。就像建高楼大厦，你的基础没有打稳，你建上去非常危险，不能住人，没有作用。就像花瓶里面的花朵没根，顶多漂亮个2-3天就枯萎了嘛。所以我们要寻根啊，要扎根啊，认真的扎下去啊，才会将来开花结果，生生不息啊，源源不断啊，人类幸福，世界和平，才能指日可待啊。要不然的话真的麻烦大了。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可以挽救21世纪人类的问题耶。1988年诺贝尔得奖组，这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有70多位在法国巴黎开会，最后发表宣言，要解决21世纪人类的生存问题哟。嚯，很严重哦，生存问题哟，人类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要像2500年前的孔老夫子，向他老人家提起他老人家的智慧，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哎，都是外国人，最厉害的外国人讲出来的，诺贝尔得奖组讲出来的呢。我们再不回头，再不觉悟啊，那我们真是自暴又自弃啊，一点自尊心都没有啦。从我们现在开始，我们都忙了一辈子了，啊，忙了40、50岁了，都没有读过经典。亲子共同学习，从《弟子规》开始，老师也是一样，共同学习都没学过嘛。校长带头，你看那韩江中学，还有那个什么柔佛的一个什么中学，嚯，全校读啊！我到那个吉隆坡附近有个巴生。巴生有这个新华中学，有100年的历史的，大概有吧。新华新华复兴中华，我还讲了几句话。他们都读诵《弟子规》啊，带头读啊。结果去演讲一看，哎呀，果然不同凡响，士气非常好，还跟我互相回应，很精彩，我觉得很过瘾，很痛快。到其他的学校没读过《弟子规》的，哎呦，跟那个菜市场一样啊，你讲你的，他聊他的，根本不甩你啊。你讲的是慷慨激昂，他后下面是哦胡说八道。老师叫他不讲话，他继续讲，他不理你的。这种孩子会读好书吗？他将来会有成就吗？他一点对客人的尊重的精神都没有，礼貌都不懂。他会对父母好吗？对老师恭敬吗？不会了啦，将来变成社会的渣渣，甚至败类，也甚至吸毒，把你赚了一生的心血全部干光，不给他钱，杀你几十刀，有没有？有没有？有吗？都发生了吗？所以，啊，我们住在马来西亚，要念国家恩呐，要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贡献呐，他们华人的智慧高啊。我们再不争气，将来哈，就麻烦喽。马来人就欺负我们，因为华人对他们有贡献呢、啊，他就尊重你们，尊重我们，这一定的道理嘛。如果我们的子孙不孝，越来越不成才，你看看，将来会对华对华人的政策会变怎么样？你们想想看就知道了，不用我讲了。所以，为了子孙的后代，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定，为了世界的和平，从本身做起。所以大学之道有一句话，对不对？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从皇帝、总统、部会首长到贩夫走卒，都是着重修身呢，因为身修而后家齐嘛。你不修身，你没有修养，你没有德行，你怎么结婚成家立业呢？那不是头婚吗？所以不管书读的多书读的少，这都不重要，最重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家教的最精华的地方，就是教好你做人。现在学校不教这个，什么都教哦，各种语文、技术、科学，为什么教大家成为赚钱的工具？叫读书志在赚钱。古代圣贤教育的目标不是这样子。尧舜禹汤下来的教育政策，都是希望每一个人受过教育，他的目标是惜圣惜贤，成圣成贤。所以朱子治家格言讲的，读书志在圣贤，一起念。读书志在圣贤。那现在的孩子，我们要求他的目标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可能我们自己都不好开口，我们自己都不想成圣成贤，还敢要求他们成圣成贤吗？所以还是从自己做起。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圣贤人人有份啊，人有资格，只要你肯努力学习，你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转凡成圣，人人有份。不要自暴自弃，所以《弟子规》最后一句话，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之。所以读圣贤书，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志向，就在读经的过程中慢慢扎根，慢慢落实，耳濡目染，渐渐的熏陶，你的思想就跟圣贤一样啦。所谓近朱者赤吗？就被同化了吗？所以闻熏成种啊，不断的闻听闻，不断的熏习，就成为一种很强烈的这个道种啊，成圣成贤的种子就种下去了，就根就扎稳了。所以目标完全不同，理想完全不一样，抱负就不一样了嘛。所以人，天地人曰三才，人是这个三才的中心呢，脚踩的地，头顶的天，是万物之灵，他能人能够参战协助天地化育万物的功德，任何动物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得到人的这个身啊，这几十年啊，要充分的发挥，不是混吃等死，绝对不是。人老了也不能自暴自弃，我现在没用了，不行哦，越老越有价值，你越早学，你越老就越有价值，而且你走了之后，你的精神贯穿时空，影响全世界的人，就像孔老夫子一样嘛，就像范仲淹一样嘛，就像古今的圣贤一样嘛，他的影响力，他的价值穿越时空哎，所以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哦，我有股票马币多少千万，我有几栋洋房，几个奔驰的车子，几个老婆，呵呵，这是人生的价值吗？那是欲望的深渊，那是欲望的奴隶，把你的智慧全部蒙蔽了，只懂得享受，享福就是消福，你将来没福报，吃苦就是了苦，一起念，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真正有学问智慧的人，他福报大，他不自己独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给大家去分享，他的福报越来越大，量大福报大嘛。你有钱你发财，大家好高兴哦，我们可以沾光啦、啊、你一个人自私自利的享受，你家被人抢，抢得好啊，拍拍手吧，有没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圣贤教的和现在人思想完全不同，因为现在是西方的功利主义，自私自利啊，不得了啊。加上你看中国古代的教育功能都强调这个孝道，因为孝道不是光是你尽孝了、哦、你光有自己的福报，不是哦。你看了凡四训里面讲到，我记得福建莆田有个杨老太太，她后代有个叫，我记得是杨荣啊，哦，杨荣，她做了皇帝的老师，叫少师，杨少师。那么她爸爸是祖父，曾祖父都是划船摆渡的，那很穷啊，因为他家积德啊，救人啊，对不对？绝不取人家的财物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他救了好多人啊，水灾的时候。别人都笑他，你们是傻瓜，为什么那么多财物不去抢不去捞，你光救人，他拼命救人，结果他子孙兴旺了，进士及第啊，很年轻就考上进士及第，升官升到太子的老师呢，杨少师呢，皇帝追赠他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如其官呐、啊，你死了照样给你封官呐、啊。这种的孝的力量就很强哦，古代这个制度哈、哦，
就是完全考虑得很深远，教化它能够深远影响很远，这是真正的大善。如果教化的功能或者是做一件事情它的影响力只能到达 一个地方或者时间很短，那个力量是出弱了。所以教化教育工作是百年树人的工作啊，所以中国古代的祖先啊，为政者都很懂这个道理，提倡孝道，极力的提倡。现在好人好事，你对国家有贡献，只给予你一生，你只能一个人的光荣，你父母都没有给你封官了、啊、没有啊。现在不如以前了、啊、智慧不够嘛，这叫做。那么以前的法律很严格，民国二十几年1930年代还有侵权处分，各位听过没有？什么叫侵权处分？孩子最怕父母去告状，只要爸爸妈妈说这个孩子不孝顺，告到县官那里，要杀要剐你父母说吧，绝对不能请律师，马上照你父母的要求照办。这孩子很怕父母啊，父母的威权很强的呢，叫侵权处分，你们听都没听过，可能极少数人知道这个。所以西方人端出人权，哇，这人权一端出来，古代的圣贤都退避三舍，没有办法教了、啊、我有我的人权，你教孩子，你父母教孩子，还是说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子，我有人权，哈哈，你怎么教他？老师要处罚孩子，孩子说我有人权，不能教了，教不下去了。所以对西方的思想啊，问题很严重啊，他们很少圣人，没有圣人呢、啊、不一样啊。所以西方人现在看到我们东方人的智慧，偷偷的现在一直发现往我们东方人学习，现在我们却不愿意学，那怎么办呢？你们现在小孩子还有个问题，中文能力太差，听力都不行，所以我发觉我到你们学校讲课讲了半天不能用成语，哎呦，听不懂，鸭子听雷听不，这也是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从小学的太多太杂，所以我给你们建议，真正有智慧的父母从小读华文学校，而且要自己教，因为学校教的有限，老师的理念校长的教育政策又受制于国家教育局，所以很难把孩子教好。那么21世纪听说是中国人的世纪，他将来华文也不好，马来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都是半吊子，他混不下去了，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从小只能学习一种语文，就学习最有智慧的中文。中国的文字都充满智慧的符号，各位相信吗？所以学习中文从小学习，从娘胎开始起算，你妈妈怀胎的时候读弟子规，读了凡四训，读三字经，你读读看你就知道，孩子一起跟你念，他不能反抗，他乖乖的100%接受你的教育，等了出了娘胎你再教，哦，就打折扣哦，越打越严重哦。所以人格的塑造，西方人讲3岁就定个人格就塑造了，影响到他一生了。那我们中国人讲啊，哦，3岁看80，7岁定终身啊。为什么？因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你没有从小培养他一个读书的好习惯，读圣贤的经典，他就看什么？看漫画，看日本的东洋的漫画，看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资讯，充满了邪知邪见，讲话怪里怪气，眼睛乱飘，那个眼神很奇怪的，不像一个小孩子清纯善良，完全变了一个直，连他的气色都很差，气色你知道吗？那小孩子天天看电脑游戏看电视，那气色都非常差的，你仔细观察就知道，精神很差，把有用的精神全部用在没有意义的作为活动游戏上面。小孩子的记忆力最棒的，从3岁到13岁是黄金记忆时段，你是说不给他背上圣贤的经典，你给他背垃圾文化，害死孩子了。
孩子的思想就开始混乱了。所以我们真正懂事的父母，马来西亚，不管是台湾还是马来西亚，或者全华人地区，中国，从小就要读诵经典，陪着读，亲子教育，共同成长。现在爸爸妈妈因为从小没受过这个教育，像我这么大的年纪，我还天天读了，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呢，还不能停止呢，一起念，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终身学习很重要啊。读经啊，头脑清醒啊，都是圣贤思想的结晶啊，那个磁场特别好，你家的磁场特别好，你这个学生学校读诵《弟子规》《三字经》，朗朗读书声，你看那时候读经的时候，那个磁场非常的祥和，非常的清净。中国人讲气氛，气氛特别好，外国人讲磁场。你看日本人江本胜博士1994年研究水的结晶，发现生命的答案，水之道，有这本书吧？啊，这里他们会发现，送给你们学校多看一看。这个教育的原理啊，起心动念啊，水居然能够知道，能听能读，能看得见，谁有这个能力哦？用高速摄影机，把中文、日文、德文、英文所有的爱、博爱、慈爱、感谢、感恩这几个比较有感性的字啊，贴到水的杯子旁边，水就结晶开始变化，20分钟以后开始变化，就开始用摄影机、高速摄影机照着水结晶，非常漂亮。那本书有100多幅，我都看过，非常漂亮。它还可以听音乐，你听音乐，你祈祷都不一样哦。宗教在祈祷，那水结晶也很漂亮。如果是放肖邦的离别曲，哦，很悲伤啊，那水结晶就分散了，很丑陋了。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哦，好快乐，哇，那个水结晶非常美丽，都已经实验得到证明了。所以人的念头好厉害啊，所谓思想的波动。你看，人逢喜事精神爽，怎么样？人快乐的时候很年轻，很好看，对不对？另外一句话，忧能使人老，忧愁哀伤会很使人很快的衰老，怎么样？可见这个动念头啊，很厉害啊。所以说，想出病来，一起念，想出病来。哎呀，我老了，活不久了，那越想越糟糕，很快就见阎王。我不骗你，不能想自己老，不能想自己病，很重要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我们想念头要光明，不能黑暗，不能诅咒人家，他对我不起，我这里很嗔恨，当面不敢骂，心里面拼命咒骂，糟糕了，你上当了，你害到你自己了，你的念头把你那个毒的念头把你的健康毁掉了，这会气死人，对不对？哎，气，生气会气死人的嘞。你只要生气一天，你要恢复你的细胞健康要3天啊，至少3天啊，如果生的气严重的话，可能送医院了，高血压干出来了，对不对？内分泌失调啊。所以妈妈喂奶，喂母奶是好事，会让亲子关系沟通好，但是你吵过架之后绝对不能喂奶，奶里面有毒，内分泌有毒，知道吗？你生闷气，影响你的内分泌。所以人不可以闷闷不乐，要敞开胸怀，要读圣贤书，会把你给啊，把你的心境啊，气质就变化了。所以读书，古代的目标成圣成贤，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变化气质。一起念，读书贵在变化气质。你看，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你看，一天到晚算钱的，一天到晚想钱的，他身上有什么味道？铜臭味，听过没有？都是钱味，很麻烦哦，所以太俗了。所以我们现在哦，希望大家跟大家共勉，先从《弟子规》读起比较快，容易受持，1080个字，360句，
有押韵的，哎呦，好念。再听蔡老师的《弟子规》，有八片的，有十几片的，有四十片的，好好的听，重新学起，重新救起，从我们的心救起啊！我们的心都被社会的五欲六尘、花花绿绿，哦，很多污染的资讯给污染啊，要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啊！读诵经典就是时时勤佛事，没有随时在检讨。希腊的大哲学家讲过，没有检讨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不要说我们没有检讨能力啊，你看现在小孩子他犯了错都不承认自己有错呢，还推卸责任，他害我的，他不承认自己有错，就是不懂得检讨。读圣贤书的人就懂了啊，都是我做的不好，让别人产生烦恼，都是我不孝顺，让父母不高兴。你看我们中国二十四孝最伟大的孝顺孝子是谁啊？是舜王啊，舜王的父母啊，母亲死掉了，爸爸又娶了一个二房，后母对他不好，说他坏话，就爸爸也对他不好了，弟弟也对他不好了，后母生的弟弟啊，全家人都处心积虑要把他害死。你看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舜才没有怨天尤人啊，他是说哎呀，是我没做好，让父母难过，让父母伤心生气，他在想到自己啊，自己错啊，不是别人错啊，他很有智慧的，不让父母做出啊、把他害死的行为，陷父母于不义，他有这个智慧，父母要把他杀掉，你看这种情况他居然能够躲掉，很有智慧逃掉了，又回来，咦，奇怪，没死啊。你看，所以亲正我孝方贤呢，亲爱我孝何难啊，父母亲爱我本来是天性嘛，孩子爱孩子天，但也有少数的父母对有些子女产生仇视的心理，甚至很不高兴，很不喜欢他，偏憎偏爱的情形就发生了，有私心嘛，就不读经嘛，不懂得道理嘛，应该是一视同仁才对嘛，结果怎么样呢？所以这种的孝顺是最难得的孝顺，大顺的孝是最难得的孝顺。包括闵子骞，孔子一个得意的弟子叫闵子骞也是一样啊，闵子骞他的孝顺也是很难得可贵的，也是亲正我孝方贤，爸爸也过，妈妈过世了，爸爸又娶了一个二房，生下了两个弟弟，有一天冬天他帮爸爸驾车，结果冷了发抖，哎，奇怪，爸爸看你的衣服这么厚你还会发抖啊，这么粗心大意，就责骂他，后来摸摸他的衣服，奇怪，怎么是打开来一看是芦花在里面呢，不保暖虽然厚啊，他爸爸就很生气了啊，是我这个我娶来的第二个太太是不是虐待我的儿子啊，再看看他们两个，他自己后娘生的那两个孩子，哎呀，都是棉花很保暖，他爸爸很生气，要把他的后娘给休了。闵子骞就跪下来了，求他爸爸不要把后娘休掉，母在一子单呐、啊，母去三子寒呐、啊，妈妈在只有我一个人受冷而已啊，妈妈不在三个孩子都要受寒呐、啊。你看爸爸一听很感动哦，觉得后母也感动了，对他非常好，所以孝能够感动，孝感天地的，人心是肉做的，他对你开始对你不好，可是你这个孝心可以感动他，诚能动天，诚能动人。如果不能感动，是自己的诚，自己的德恨，德未至，你的道德、你的修养不到那个境界，所以还不能感动对方。这是我们中国古代圣人讲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要怪别人，通通是自己不好。所以我们父母不能怪老师，我们要感谢老师，要跟老师合作，跟校长合作，如何把这个圣贤的智慧引进现在的学校教育里面，这个华文学校才没有白兴建呢、啊。在马来西亚建华文学校都是很有智慧的人，我们的祖先，华侨的祖先，前一代前两代100年了，他们要求要学华文呢、啊，
因为马来文化毕竟有限的几百年的历史啊，跟我们中华文化不能相提并论呢、啊。所以我们是后代，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深思熟虑，再不还救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真的将来很苦啊。中华民族的祖宗都是念念为后代的子孙着想，要后代的子孙过得幸福快乐，不要有灾难，祖宗都念念为子孙想，哎，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特点呢，希望我们要发扬光大。从哪里做起？从家教做起。除了弟子规，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中华文化就是非常强调这个孝道。这里面谈到了凡四训，我整理了九生书，我希望借着这个有声书啊，提供给各位，让小孩子的华文程度听力提升。因为我们做的是广播剧，我们请了台湾最有名的国播音员，都是主播，还有音乐，还有歌曲25首，三片 CD， 反复的聆听，每一次听的都不一样感觉。他是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训，简称了凡四训。所谓了凡四训有声书啊，400年来头一次啊，声声句句扣人心，遍遍误触不相同呀，不相同。你自己听下去一遍两遍感觉不一样。有一个警察跟太太离婚，怪主管，你不让我休假回家跟我太太相处，看我太太在派出所前面站岗，哦，把那个愤怒过失推给主管，主管也很无奈啊，后来跑来找我要告他主管。我说你不要冲动，不要感情用事，要沉着冷静再做决断，匆忙之间做出的决定往往会让你产生很多后遗症。有道理，我说的这7天休假什么事都不要做，也不要看电视，来了凡四训有声书仔细拿回家听一听，听完了再做，我们再讨论再做决定，不迟嘛。他嘛听我的话回去听了，听了2-3遍回来跟我讲，一个礼拜他建议每一个警察要听50遍他自己说的感触很多啊。不要说了，连我们那个澳洲啊纽西兰的警察到我们台北市警察局来实习，我们有英文版，马来西亚做的，你们马来西亚也是英文国家嘛，华人英文程度比较好一点，花了30万台币左右，有音乐有配乐，当然做的跟中文版比起来还是中文版比较好，不过也不错啦。纽西兰那个警察到我们台北市警察局来实习，我就跟他跟他谈了一下，没有礼物送给他，你说你要了解中华文化，这一套是最好的资讯，广播剧好听，艺术演员音乐很精彩，对话说故事啊，他就喜欢听。他听说，哎，你还有没有啊，多给我一点。我说为什么？我拿回去送我长官了。人家几套？拿了18套行李的大超重了，拿了18套。所以说小孩子从1岁2岁开始听，你不需要跟他讲太多的话，这里的华文都带有马来腔不行，你教他教不标准，就用什么那个了凡四训有声书来教他，他听久了变成他自己的想法看法，变成他的语言，他讲的比北平话还标准。到最后你怕他没前途吗？他的念头，了凡四训是家训，是爸爸对孩子的4种教诲，很多故事在里面，命运的真相，改过的方法，这个行善的方法，最后是谦德之孝。这个孩子的念头都是存好心，他说话都是说好话，他做事都是行好事，他做人是做好人。弟弟已经给他打稳了，到了3-4岁，他听了1-2百遍了，吼吼，智慧大开，读起《弟子规》，头头是道。你信不信？不会听不懂蔡老师的国语了，不会听不懂了。所以各位，这个是用科技来帮助各位教育啊。开车哦，这是马来西亚堵车很严重，又是吉隆坡，堵车会堵气啊，会生气，你知道吗？进了一个吉隆坡，进了2小时进城，哈哈，
比台北严重。堵车就是最好的学习时间，知道吗？车上用 CD 来听，最好的教学指导，让你百听不厌，让你念念学习，智慧增长，气质变化。所以哪一个地方不是学习的好机会呢？了凡四训有声书，还有保护法有声书，如果永恒保佑你的富贵，这也是家训。曾国藩的后孙聂云台居士，把上海最有钱的人商人，他的后代富不过三代，第二代都垮了，也有第一代就垮的，全部写起来。为什么他会垮？找出原因来。清朝的这个中心名臣曾国藩、李鸿章、林则徐等等等等，还有武将，各种的大官，他们的后代两代三代怎么败落的，怎么兴旺的，讲得很清楚，都是历史的证据。这一套保护法有声书我把它整理出来，当时我读了这本书开始没有什么感觉，第二次一读，因为它是文言文啊，还要稍微翻译才行啊，我就准备把它翻译。我那时候一读了这本书，全身血液倒流，我就知道一定有感应，我必须把它整理成为有声书。它的因缘是这样子来的，你们这里居然没拿到，让我吓一跳，赶快找槟城帮忙啊，槟城金融学会啊，都是最好的家训啊，都是中华文化的这个精华在里面啊，用艺术来表达，用歌曲来表达，用演员来表达，里面没有一句废话。这都是帮助我们教学上最好的工具啊，希望各位，我走了之后，这件事情金融协会责任重大，你要推展弟子规，现在感觉有障碍，听力不行嘛，我抓出原因来了啦，从小被污染啊，你先用那个了凡四训给他听嘛，这华文这么好，又有歌曲，对不对？里面都是思想的圣人思想的精华，家训的精华，太棒了，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嘛，自己在反复的熟读，反复的这个听，多好呢。你看中国人的家训里面讲了什么，都讲了祖宗，都讲了天下国家，所谓六思。袁了凡对他儿子袁天齐讲了六思，思就是想嘛，这六条确实是佛教里面佛法里面讲的正思维啊，人不能没有正确的思想，不能没有正确的观念。哪六条？第一条，远思扬祖宗之德，你看看，做后代子孙的念念想到子孙的德泽，他敢为非作歹吗？他敢做奸犯科吗？他不光宗耀祖就觉得很对不起祖先了啦，他怎么敢做油田祖先的德行的这个行为出来呢？他会就是谨慎，就会收敛啊，多想到祖宗啊，多想到父母啊，想到师长对他的教诲，这种孩子会做坏事吗？我看很不太可能吧，很难嘛，他有约束的能力了嘛。现在小孩子你看他做坏事，他从来没想到家里面，也没想到老师，也没想到爸爸妈妈，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自我主义很强，自私自利，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对不对？被这种邪知邪见的媒体资讯污染一塌糊涂了，所以才会有这种冲动行动出来嘛。所以这一点，远思扬祖宗之德，光大祖宗的德痕，这是根本。我们的祖宗是谁？历史上的记载，从皇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是我们民族的祖宗。而每一个家庭的祖宗都是承袭古圣先贤的道统，因此要常常想到发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啊，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啊，所谓人际关系要和谐，家和万事兴，国和万事平，多强调一个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么人与大自然的相处就没有环保的问题了，就不会污染环境了，就会尊重大自然了，就不会破坏山川河流了。怎么敢乱丢纸屑呢？不会了嘛。怎么敢制造垃圾呢？不可能嘛。第三是人与天地鬼神都应该互相的尊重，所以对各种宗教都会尊重。
中国人的心量很大，对任何宗教都非常的尊重，没有宗教战争嘛，对不对？互敬互爱，互助合作，要常常有这种的思维，有这种的想法，就是远思扬祖宗之德，要把祖宗的德泽啊，祖宗的道德落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才能够利益现前的社会大众，你说是不是呢？所以复兴中华文化对世界和平有绝大决定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一起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谁说没责？都有责任啊。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自己啊，只要你把自己做好，你可以影响很多很多人啊，至少可以影响你一个家庭和你的附近的邻居和你的朋友啊。第二，近思盖父母之谦，这是讲到近处咯，父母难免会有过失嘛，哦，中国古圣先生常常教导我们，家丑不可外扬，家里面难免会有一点不好的事情发生，哦，在所难免。若是跟外人讲出来，就会受到外人的轻视，甚至引起他人对你家庭不良的企图，破坏你家庭的和睦。愿你说，祸从口出，家庭如此，社会也是一样的。今天社会为什么会如此之乱呢？我们仔细的思维，这是我们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嘛。老人叫我们就对这个社会对人群应当要怎么样，引恶扬善，对不对？看到别人有缺点，有过失，有不善的行为，不可以放在心上，不要把别人的垃圾污染了自己的心灵。那么人家看到别人的好处，我们应当赞扬，这种的做法使不善的人会心生惭愧，感到不好意思。那么我做恶事，他会觉得我做了坏事，人家都能包容我，原谅我。那么我做一点点小小的善事，人家都赞扬我，称赞我，这样能够激发社会大众的廉耻心啊，惭愧心啊，这样社会才会安定啊，世界才会和平啊，都是从根本下手啊，春风化雨啊，潜移默化，所以可以收到防微杜渐的效果。那么我们吃了大亏，因为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恰恰相反，引善扬恶，恶事特别加以宣传报道，善事隐而不扬，不宣导。你看现在媒体就几乎都是这种形态嘛，对不对？报道的越刺激越丑陋，哎，说观这个观众不喜欢看，我们都中毒啦，我们都助纣为虐啊，不看。你这天天都报道坏事，我就不看了，报纸的销路就差了。天天报道好事，那我多看。所以我们人的行为会不会对社会影响呢？决定有影响力的。这种做法就是让行善的人灰心，对作恶的人却是莫大的鼓励，因此社会动乱，世纪不安啊，原来其来有自啊，有它的原因啊。所以啊，那么我们对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对父母兄弟啊，他们有的过失，我们再加以遮盖。然而一面的遮盖也不好，也是错误的，必须要懂得劝导父母兄弟啊，弃恶向善。同时要注意规劝很重要哦，规劝的艺术，劝导决定在家里面，绝对不可以当着外人面前来劝导哦，因为人都爱面子，只要有外人在，绝对是引恶扬善，说他好处。第三，丧失报国之恩。我们佛门常常讲到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四重恩就是父母的恩德、老师的恩德、国家的恩德、
众生的恩德啊。我们穿的衣服不能自己做嘛，说很多人帮我们做啊，哦，很多工厂工人老板营运，这个零售商贩卖，店里面也要开店，我们才买得到啊。所以人啊，生活在这个世间，不能脱离人群，独立而生活，不是鲁滨逊漂流记，哈、哦。那么衣食住行都要仰赖大众，因此人与人之间都有恩德。我们要常常怀着感恩的心，如何来报答众生对我们的恩德？所以生活在感恩之中，你的心啊会非常的快乐，你会懂得惜福，你会懂得造福，你会懂得报恩。你看净空学会同仁后面的背心都有知恩报恩嘛。不懂得报恩，没有感恩的心，那就是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的人很被人家讨厌的呢，他的下场很差呢，历史上有很多证据。所谓俗话讲，不知恩者多遭横死啊。所以不懂得感恩的人，不懂得感恩的小孩子，不懂得感恩师长教诲之恩的学生，将来没有成就，而且下场不好。作为的资格已经失去了。第四，下施造家之福。那么造家之福就是齐家了，家庭里面整理的整整齐齐。那么整洁的标准在哪里？在伦理。伦理是一种天然的秩序，国家有秩序，家庭有秩序，社会有秩序，社会就安定；家庭有秩序，家庭就兴旺。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父亲啊，这是齐家天然的秩序，绝对不是古圣先贤孔老夫子制定的，这是自然的道理，这是我们的真心本性啊，本具的德能，本有的秩序，自然的，不是人为的。明白这种道理呢，我们才真正能够随顺圣贤的教诲。那么第五，外施济人之急，要常常想到如何帮助苦难的众生啊。我们生活的安定小康，没饿肚子，现在很多非洲国家贫穷的不得了啊，饭都没得吃啊，是人间的恶鬼，肚子好大，头好大，身上没肉，有没有常常看到这种图片吗？俗话讲啊，饱汉不知饿汉之饥啊，我们没有饿过，不知道那个饥饿的痛苦啊。所以有时候不妨不吃饭一餐试试看，你就知道，哎呀，原来我们生下来都有病啊。什么病？饿病，知道吗？时间到了就要吃了，人是铁饭是钢啊，不吃没精神没力气，对不对？很多人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全世界70亿人口，有10亿人口在吃垃圾食物，在生存在饥饿的边缘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福报不要独享，要节省，每天节省1块钱，这1块钱就可以救济人啊，就可以让人不饿死了。所以念念为众生啊，所以要懂得节俭，节俭祈福，你有能力造福，浪费没福啊，会产生自私自利奢侈的习惯。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中国传统的圣者都叫我们要惜福啊，要节俭啊。所以孔夫子的德行最著名的五种嘛，温良恭俭让，节俭是一个美德。节俭不是吝啬，是对自己节俭，对别人很大方的啊。第六，内施贤己之邪，贤是防范，对自己要懂得防范邪知邪见的侵入，所以非礼勿视，不该看的节目不能看呐、啊，那是邪知邪见呐、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替儿女选择择性，不是忠孝节义的这个戏曲不能听不能看呐、啊，防止邪知邪见入侵呐、啊，到你的思想里面呐、啊。特别在这个时代啊，崇尚民主、自由、开放，这是世界的潮流。
挡不住了，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提倡政治正见、伦理道德的教育，以防范邪知邪见的污染。这一点我们做父母的、老师的责任就很重很重。所以提倡读诵经典，哦，听这个经典的这个讲解，这可以建立政治正见，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免疫力。要不然的话，欧风美雨啊，哎呦，荼毒人心呐，啊！我们都学到西洋的丑陋的一面、堕落的一面，什么学的坏习惯都从西洋那边学来了，跳舞啊、吸毒啊、干什么啊，一大堆，离婚呐，啊，男女不正常的交往啊、同居啊，都是外国人传来的文化嘛，低等的次文化。我们中国没有听过吧？啊，还没结婚就同居，没听过吧？一起念：男子守德，女子守节，男女有别，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不能乱来啊！要不然把婚姻的基础全部掏空啊！就算你侥幸结婚，将来婚姻也不幸福啊！对方的父母看你，你看。还没有跟这个媳妇有问题啊，还没过门就跟我儿子在一起了，不行的啦，是违反社会善良风俗啊。所谓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啊。中国人很重视守身，你知道吗？一起念：守身如玉，世俗为大，守身为大。孟子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嘛，怎么可以做用身体去做这种万恶之首的这个邪淫呢？现在人都不懂啊，认为正常啊，他认为你老八股啊，你落伍啊，他要先进啊，他要堕落啊，那真的是，这是我们的过失啦，也难怪，不怪他们啦，他们从小没有接受这种圣贤思想的这种观念，正确的婚姻观念，男女交往的避讳啊。为什么现在离婚率那么高？跟婚前发生特殊关系、婚前同居有很大的直接关系。他也产生堕胎的行为，把自己的孩子啊，自己不规矩，孩子投胎的时间也选错了，还没有结婚他正在投胎了，他也被堕掉了。这常常有这种事情嘛，产生更大的恶业，杀自己的孩子。哦，虎毒不食子，人为什么会做这种事呢？所以今日的邪知邪见充满了全世界，到处都是，这是社会动乱灾祸频传的根源所在啊。所以新加坡就在你们隔壁嘛，新加坡是一个对人民很负责任的政府，所有的讲经说法，所有的这个活动他们都要事先了解，还要现场派警察便衣来听你讲的是不是邪知邪见，是不是破坏国家安全、违反道德伦理。以前我们台湾以前也是戒严时期啊，管得很严啊，不妥刊物都不能随便出来的，不可以发行的马上查扣。现在一解严了，哇，群魔乱舞啊，什么刊物可以出来，什么都可以出版呐，糟糕了，众生倒霉啦。以前帝王时代是很严格的，没错，为什么所有的书籍出版都要审核？因为我们中国人知道言论自由，祖先啊、圣哲都知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决定会造成社会动乱，因为邪知邪见无人去防范的。中华民族得以延续至今，这是帝王历代帝王保护人民的政治政见，防范邪知邪见在社会上流行，这个功德好大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六条是思维的纲领。你看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家训常常提到这个，要正思维、正知见。人是思想的动物，如果他思想有问题、观念有问题，他所作所为一定有问题。因为心是
一生的主宰，心是我们的指挥官。诚意正心，思想纯净，你的行为一定是纯善。如果思想被污染了，行为一定是狗屁倒灶，胡作非为，贪赃枉法，什么坏事都敢做。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古圣先贤对我们的教诲，我们要反省，我们还有福报，在四五十岁了，成家立业了，都有了孩子孙子了，居然还可以听到这种政治政见，这种古圣先贤的智慧。那么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依教奉行，要要求我们的儿女亡羊补牢。爸爸妈妈当时为了忙啊，不懂，没有人提醒，忘掉了，没有把你教的这种道理没教给你，让你也没有这种思想，那么你对你的儿女更不懂得如何正确的教法，那么社会这么乱，污染这么严重，那么他们将来都会受到害。不如我们全家力行圣贤的教诲，每天早上晚上读诵经典，早上读诵，反省提醒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待人处事要依照经典的教训。晚上读诵就是反省自己今天所作所为，取心动念，存心想法有没有违背圣贤人的教诲。实际上是人啊才会进步啊，才能够转恶为善啊，才能够转凡成圣啊，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人间啊。人绝对不是为了吃饭，为了娶妻生子，为了高楼洋房，为了赚钱来到这个人间来的，不是。不要做物质的奴隶，人重视的是精神价值。自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这是宋朝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气歌》里面的名言啊。你看读书人都有了风骨，都有气节啊，时有重于泰山啊，每一个人一定生老病死跑不掉的，但是时有重于泰山啊，有青云鸿毛啊，死在医院啊就不值钱了，知道吗？病死啊很苦啊，文天祥被杀头都很有价值，为民族尽忠，对不对？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正气凛然啊，他冲出了一天地之间啊，天地鬼神都对他尊重啊，不要说我们人了，对不对？所以值得我们效法，见贤要思齐。古圣先贤讲的多少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榜样，好多历史上的人物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坏榜样也是我们觉得我们值得我们借鉴反省，不要学他。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的内自省，这是我们修身的功夫啊。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为什么？好的学他，坏的提醒自己不要跟他一样，不要重蹈覆辙。你会学要会学啊，要善学，要好学，这一生过得好充实啊，哪有会无聊的，哪有会得到精神病忧郁症的，没听过啊，都是自己把自己给搞砸了，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找气受，自我折磨，作茧自缚，都是自作自受，谁也替你不了，最后自杀，自寻死路。你看每一句话都有一个自己，不是别人哦，都是自己。所以人要了解自己不容易啊，西方都讲啊，人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人最不了解的是谁，就是自己。各位晓得吗？我们生下来为什么他是你的爸爸，他是你的妈妈，他李伯伯李爸爸就不是我爸爸，李伯伯李妈妈就不是我妈，为什么？学问大了呢，夫妻是缘啊，他为什么是我太太，你为什么不是我先生，都有缘分在里面，很深啊，那道理圣人不讲出来真的不懂耶，青蛙跳水不痛不懂不说不知道，说了就吓一跳啊。
夫妻之缘啊，善缘恶缘，无缘不和啊。恶缘就打架，就吵架，就离婚啊，对不对？善缘就恩恩爱爱啊，白头偕老啊，一辈子啊。可不可以改变？缘可以改变。修养自己，只看对方的好处，不要看对方的缺点，知道吗？你敢结婚，你就有这种心理准备，只看对方的好处，不要看他的缺点，你的婚姻自然能够美满幸福。而且女人最大的责任就是相夫教子。你要如何相夫教子呢？你要有圣人的智慧啊，你要有经典的智慧，你才懂得如何相夫，如何教子。教子要有一方，不是乱教的。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有没有？三字经讲的，要有正确的方法。孩子这时候思想最单纯了，从小建立他正确的思想，正确的人生目标方向，他就不会走偏了。他行为怎么会偏差呢？怎么会制造校园很多问题呢？不会啦，校园一片祥和，朗朗读书声，大家都非常的师生关系非常的良好啊，校园也不会打架，也不会吵架，都不会了。校长乐呵呵，很好处理学校嘛，怎么会头痛？老师伤心，父母生气，搞得一团乌烟瘴气，不会了嘛。所以赶快回头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在哪里啊，很重要啊。今天时间也有限，不晓得各位啊，听了半天有什么感想没有？有没有感想？还是不敢想？太恐怖了，没有救了。你看中国古代重视教育工作到什么程度？所谓阴阳共治，阳间是哦圣贤的教诲，阴间是什么？城隍爷在教。有没有听过？中国祠堂、孔庙、城隍庙是中国教育文化的核心，这三个地处所。以前上学都在祠堂教的，没有学校，很少学校。入太学它是国家办的学校，是太学。一般的小学都是在这个祠堂里面教的。一个三家村的老先生就开始教了二三十个学生，每天在读诵经典。先从经典下手，背得熟熟的，读得熟熟的，你再聪明也要背诵。你小孩子不读诵不背诵，保证你胡思又乱想啊，调皮捣蛋啊，做坏事去了。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把小孩子教的老成持重，少年老成，非常稳重，进退应退有礼貌啊。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守礼的。祠堂、孔庙，我们到孔庙去参观，要见贤思齐啊。孔子是春风化雨，功德无量啊，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啊。做老师都要拜孔子，要学习孔子的精神，你这个老师才教得快乐，不会痛苦。校长带头拜，很重要啊。见贤思齐嘛，尊重孔老夫子这种教育这么伟大的胸怀，诲人不倦呐、啊，教不厌啊、哦，学不倦，教学才能够相长。你没有个学习的对象目标，那你觉得自己很棒，那是糟糕了，那是傲慢心的现前。哦，傲不可长，傲慢心是我们的习气。认为自己好，别人都不如你，是错了。你的精神是自卑而尊人，自己谦卑，尊重别人。要谦虚，要懂得谦虚，才有受教之地，你才有学习的机会。否则，踌躇满志，自以为是，那糟糕了，学问不能长进，德行不能长进，哦，影响力就很有限，很有限了。城隍庙，你看每一个县都有个城隍庙，中国每一个县都有城隍庙，
后来被破坏了，现在又开始修建。城隍庙里面有什么？十殿阎罗，看过没有？爸爸妈妈从小带孩子去参观城隍庙的这个人物画像，那是艺术的教学，那是因果的教育，让你不敢为非作歹，这个做坏事，这个下油锅，这个干什么？这锯肚子、抽肠子，小孩子看得印象深刻啊，不敢做坏事啊。那个教学的效果好强啊，很多人都是迷信啊，打倒城隍庙啊，铲除迷信的这个偶像啊，结果怎么样？犯罪率哗越来越上升了。还是迷信好啊，老人讲的，以前老人看到学社会秩序都很好啊，因为有城隍庙啊，大家怕啊，怕因果啊，不敢做坏事啊，有种这种约束的力量啊。现在孩子你问他怕什么，他天不怕地不怕，连父母老师都不怕，他怎么办？他的结局就很惨喽，对社会是有严重的破坏力的。所以我们要深思熟虑啊，什么叫迷信呢？对你不懂的事情你把它否定掉了，那更迷信，这都有很深的道理在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家训了凡四训里面讲到，惭恐得罪天地鬼神，儒家讲的不愧屋漏慎独，就是这个道理。屋子的西北角有神明在看我们的行为，所以人一个人独处在一个屋子里面不能够随便，还是正大光明规规矩矩，起心动念都不敢胡思乱想，会被神明登记。有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一概否认，否上帝死了，连西洋也讲上帝死了，那还得了啊？是完了，世界就快真的快毁掉了。如果是这样子下去的话，所以只有教育才能够挽救现在的世道人心，而且要靠中国传统的教育、家庭的教育，刚刚都讲过了，跟各位大概的介绍一下了，都是念念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在着想啊，没有想到自己。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才能够落实，不是口号而已啊。否则讲归讲，做归做啊，知道做不到啊，等于不知道啊，没用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老祖宗，没有他们的智慧，我们中华民族绝对不可能延续到今天还存在。我们要报答祖宗的恩德，不能让祖宗的智慧教诲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面断绝。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这句话听过没有？一起念：为往圣继绝学。怎么继？继承，从自己承担，自己开始修学，不是别人哦，是自己哦，你有这个责任，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样子我们的后代子孙才会太平啊，才会有好日子过啊，要不然的话悲哀啊，眼看着大灾难不断的来啊，科学莫名其妙啊，为什么大海啸他不知道啊？对不对？哦，自然灾害一句话就过了，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呢。你看以前古代的帝王，尧王，我们知道尧王，尧舜禹汤的尧王，大圣人了。有一次经过去巡视，看到路上，咦，奇怪，怎么有两个人犯人被的这个官兵抓着，一送到监狱去要。他说：“停下来，到底什么罪你们犯了？你们为什么犯罪？跟我说，你说清楚。”结果那两个人就说了：“我们偷人家的东西啊。”牢王就问：“你为什么偷人家的东西？”“天不下雨呀，稻子没有收成啊，爸爸妈妈没饭吃啊，所以我才去偷人家的东西啊。”牢王马上下令：“把他们放掉，把我关起来。我做皇帝，做帝王。”缺德，德行不够，感召天灾不下雨，那么我们的教化没做好，让人民没有羞耻心去犯罪，
把我关起来。圣人是这样子的作为人。尧王当下忏悔，感动天地下大雨，天降甘霖，马上解决旱象了，自成洞天呢。所以皇帝下诏罪己啊，那个功德很大的呢。他是一方表率呀，全国的表率呀。你们都没错，我错了。像汤也是一样啊，禹汤的汤王也是圣人吗？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啊，他们没错啊，是我错了，我皇帝有错啊，我没教好人民啊，人民才有犯罪啊。现在哪一个政治人物有这种理念，有这种抱负，有这种思想，有没有？一起抓。没有嘛，能捞多少算多少吧，趁着这个位置还在，快捞吧。现代人做官，一代做官，三代打钉，就是这样来的。他后代都不好，打钉你知道吗？打钉子，穷了。为什么？福报被你享完喽，被你挥霍殆尽了，你的子孙就不好了。易经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吗？一个人积善行善的家庭，他的福报会延续给他的子孙，叫福泽子孙呢、啊。那他本人呢？后果那更多了，对不对？那么一个人造孽，祸延子孙嘛。经典都是这样讲的，都是圣人的智慧啊，都是天下的真理啊，我们却还不相信，还不肯认真的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处其这个待人处事当中，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祖先了。油田所生了，这一生过得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极其发奋，认真读诵，才知道什么叫做读书的快乐啊，什么叫做读书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真是那种快乐，哈哈，法喜充满啊。而且你越读智慧越开，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义理冒出来源源不断，你的体会每一次都不一样。一般的书不可能有这种境界了，读了十遍就丢掉了，不可能读十遍的啦。这个经典还有贯彻的力量在里面呢、啊，越读越发喜，口水都冒出来，不会口干，你相信吗？你们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试试看嘛，看我讲的有没有讲错嘛？读的时候读得清楚，眼睛看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三条线把我们这个心里面的猴子挡住了，不屌啊，他就不会乱跳乱蹦，知道吗？心就定了嘛，这是定心的方法，眼到口到耳到心就到，知道吗？知道哈。好，父母在堂，我们读诵经典要身体力行，弟子规不是拿来读诵的，是要做到的。中国人的学问是学贵力行，要去做。那么人贵立志，各位，我们长了这么大的年纪的，各位的人生志向在哪里？自立了没有？孔子十五而有五，十有五，十岁十五岁就开始立志向学了。所以从小要立大志向，我们要教孩子，古圣先贤之所以成为圣贤，就是他从小有伟大的理想，伟大的志向。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他的人生方向是正确，他就朝着方向拼命的去努力，去达到，去完成。如果没有方向，浑浑噩噩，没有目标，那就浪费生命的能量，每天假崩棒晒假崩棒晒，你在冲啥，不知道是搞什么名堂，糊里糊涂过日子，每天看电视睡觉，就这样子聊天打牌喝酒，这样子都过了一生啊，那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啊，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心被物质迷惑了，死掉了，没有抱负，没有志向，自然生活就没有动力，没有活力，没有精神。人生最可贵的是光阴，最珍贵的是精神，不能浪费精神，不能浪费光阴。一分精神一分事业，十分精神十分事业啊。
何况我们学习圣贤之道啊，更要努力啊，向前迈进啊，前途是一片光明，人生活得非常的有意义价值。留取丹心照汗青啊，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如果是佛家的那更广大了，要修成正果，成圣成贤，一子成道，九祖升天啊，你的祖先全部被你超度了，那是大孝啊，又不一样啊。儒家讲的是小孝，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已经不简单了。如果你要想提升，因为儒佛是相通的，他的理念是一致的，只是讲法比较深入，佛家比较深入，儒家比较简略，儒家佛家比较详细，层次更高超。所以儒家的学问好几乎都会学佛，中国传统是叫做外儒内佛，自然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有这个素养，天下太平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灾难不起啊，哪有什么意外啊，没有了，光开个车子就死了100多人啊，对不对？每天死多少人啊？马来西亚的车祸现在很厉害哦，听说常常死人啊，过一个年就死100多个，家门不幸啊，还一家全部死光的都有吧。为什么？这个家庭一定要认真的行善积德，才能够化解灾难。所谓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趋吉避凶，凶可以避免，吉可以趋近得到，这是自然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不要人云亦云，看事情看结果，你知道它因在哪里喽？凡夫俗子不明就里，就随便讲讲就算了，所以永远找不到答案。今天时间啊有限，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疑问，如果有疑问我们在现场再答复一下，或者有什么纸条给我的，有没有？那么如果没有，这里面哈，我们佛家也有谈到这个教育儿女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们知道古代啊对这个功名很重视，他的目标就是为这个苍生服务，他不是为自己求取功名哦，功名只是一个手段，他的目的就是服务天下百姓，是这个理念呢。为什么有的是做贪官污吏？为什么有的就很多就可以做服务父母官啊，所谓父母官，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可以教化这一县内的或几个省一省之内的这个子民。为什么？他从小就有这种圣贤的思想，有这种修养，他做官念念都为了百姓。像袁了凡先生做官的时候做县长，他就想到他这个佃农家那个这个县里面很多佃户很辛苦啊，他帮他减税，说他一念之间万善元修啊，行善开始是比较辛苦哦，要10年才能3000善事哦，第二个4年，第二次就4年之内可以完成，越来越熟练嘛，最后一次一念就完成了10000件善事。所以这功夫啊是越修啊越纯熟，开始是有点辛苦，但是我们不要怕啊，要忍耐，要有毅力恒心。那么《善生经》上面讲到，做父母有5种事来对待儿女。第一，要禁止儿女造一切恶，并且要指导他们行一切善。所以对善恶的标准，中国古代有本家教叫做《太上感应篇》，就讲到善恶的标准，讲得很详细。这本书也有把它变成白话文，叫《吉福消灾之道》，是元宰必读之书，所谓状元宰相必读之书，不是说你读了它就会当元宰相啊，而是状元宰相必须要读它，你才会怎么样去造福苍生，为天下国家尽
自己的力量。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个范仲淹的啊，这个《岳阳楼记》里面有写到，是做官的心态影响到海瑞，明朝的海瑞，所以真理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会感召后人的，所以人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啊。第二，教导儿女知书达理，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还要懂得礼貌啊，应对进退啊，打草应对啊，及授以谋生的技术。现在的教育只有谋生的技术而已。第三，对待儿女要尽力的爱护与照料啊。第四，指导儿女的婚姻大事。你看看，父母要爱儿女啊，要替儿女选媳妇选丈夫，哎，指导他怎么认什么样的人可以依靠，才可以嫁他，才可以娶他，这影响后代子孙非常严重的呢。现在儿女不懂事，年轻这样冲动啊，完全是情欲的冲动啊，就娶她做老婆了，那完蛋了，子孙怎么会好呢？啊，不可能好嘛。第五，随时供给儿女的生活费用和学费，这指他求学阶段啊，各位可以参考，这是《善生记》里面讲到，做父母应有的对儿女的有五种重要的事情，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儿女。那么四书里面孔子这样说，少年子弟回到家里面要孝顺父母，出到外面要恭敬长上，做事情要谨慎小心，说话要诚实有信，对众生要博爱，要多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孝悌仁爱才是做人的根本，要切实做到。还有余力的话才去学习文艺，就是《论语》里面啊，《学而篇》里面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与学文”嘛。他的纲领在这里啊，然后演成《弟子规》1080个字啊，这种说法最为根本，最为切实。那么现在的高僧印光大师说，凡是小孩子子女啊，必须要从幼教以孝悌忠信，勤俭温恭，等到他长大入学读书了，他才有受益的基础根基啊，否则他读书没办法受益的。从小养成坏习惯，思想不正确，读书没有用，只有增加他危害社会的能力而已。倘自幼任性惯了，而且无论他天资有无，不论他有没有天资，你没有善教的话，既有天资有善教，即使你有天资有善教，他也只成了一个文字工人啊，儒门的败类而已啊，不能任性。所以从小儿女要懂得礼貌，不能够放纵，不能够宠他，否则他骄纵任性不得了，将来就是会读书也是一个儒门的败类，也是一个文字的工匠，没有用的。世间有没有常常看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仗他的聪明才智以毒害苍生，甚至把圣贤的大道都毁灭掉。他的缘由都是由当初没有家教的缘故，没有家教的噪音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弊端。所以凡是子女能有能力做家事，就必须要他了常常去做，学习勤劳。现在都是父母在做啊，代理子女在做啊，完蛋了。凡是饮食衣服不要给他穿得很漂亮华美，会造成他虚荣的心态。现在小孩子到学校都比什么玩具，比什么手机，比什么电子游乐器，哎呀，虚荣心在作祟呀。那么他吃东西，凡是五谷杂粮啊、粮食或者物件物品，都不能任意的损坏，不管它的价值是贵重轻贱，必须告诉他来处不易呀、啊，否则会折服损受啊。所以一粥一饭，当知来处不易啊。朱子家格言不是讲过吗？从小养成他这个
这种观念呢、啊，不要糟蹋粮食，否则会损福折寿。天下父母心啊，都是爱护子女的，都希望儿女成龙成凤，都希望儿女有光明锦绣的前程。可是光明锦绣的前程不是随便可以获致的呢，不是侥幸能够获致的呢。所以做人父母的，你想要儿女前程光明，人生幸福，必须教之以一方。刚刚我所讲的啊，刚刚是儒家佛家啊所提的这个三个例子啊，都是一方。你用佛门的方法来教这个佛，这个孩子可以成佛；你用按照儒家圣贤的教方法来教，那个孩子可以成圣成贤。端在各位做父母的、做老师的，替他们去选择，很重要。小孩子从小他怎么会选择呢？完全听大人的摆布啊。所以我们大人的责任就太重了。所以养不教，父之过，母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谁都逃不掉的。所以老师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啊、老师不懂得好好教儿女，换句话说，罪过也无量无边的。所以教育是百年树人，是国家根本的大计，它的根本就在落实家庭教育，才能够完成学会教育、社会教育，甚至宗教教育，这四种教育要相互的啊，相互的这个合作，相互的提醒，相互的支援。要不然的话，宗教教育的根也烂了，学校的教育太痛苦了，社会教育是反面的，原来它的根就在家庭教育没有落实。天下少贤人，为什么？因为天下少贤母。为什么天下少贤母？贤人的母亲，因为天下少贤女，女孩子不够贤惠，所以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为什么？女儿要嫁给对方，教得不好，破坏对方的家庭，她的子孙会衰三代以上啊，真是不幸啊。所以娶妻娶德不是娶色啊，嫁丈夫啊不能乱嫁。有一句话叫什么？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啊。一样的，男生也怕娶错这个媳妇啊，一样的道理都相通的。那么今天啊就讲到这里啊，讲的不好的地方也请各位原谅，只要用心听自然会得到好处。那么我还建议各位啊，这个金钟协会怎么照顾各位的这法身慧命，因为人有两条命，一条叫身体的生命，一条是这个智慧的生命。如何充实我们的智慧的生命比我们吃饭重要。大家饿不死嘛，大家都有饭吃嘛，还吃得不错的，不要吃出病来啊，太营养啦，营养过剩啊。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萝卜保平安，饮食习惯很重要。李记讲的，小孩子不能吃太多肉，食谷智慧而巧，多吃青菜，多吃水果，智慧而巧，这个人聪明有智慧。食肉勇敢而悍，或很彪悍，脾气很大，有暴力倾向，打架怎么样？就这样来了嘛。这个饮食习惯会影响生理的，会影响你个性的，会影响你性情的，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真正聪明的父母你就知道啊，小孩子的饮食很重要，不要在外面乱吃饭，吃出病来了，很不健康了，外面的卫生条件也比较差。爸爸回家吃晚饭嘛，吃中饭嘛，三餐都在家吃更好，还带便当了，有没有？外面的东西是比较不卫生哈，希望各位健康就是财富。一个人你再有学问，但你不健康，你没有办法发挥你的能力和你的学问照顾众生，你要众生来照顾你。所以家里有一个病人，全家很辛苦啊，对不对？
家里面都健康，哇，全家乐融融啊。健康谁造成的？自己要负责任。吃出病来，想出病来，乐出病来，都是自己造出病来。所以身有伤贻亲忧啊，德有伤贻亲羞啊。我们能不能提升我们的道德呢？要啊，要快速的提升啊，你才能够光宗耀祖啊，你才能够转凡成圣啊，你才能够一子得道，九祖升天啊，祖先都念念希望后世的子孙啊成圣成贤，超凡入圣，早日修成圣贤佛菩萨，对祖先有很大的帮忙啊。因为很多祖先啊都堕落在轨道啊，需要后代的子孙啊帮他超荐啊。是儒家讲正宗追远，佛门讲超荐祖宗啊，有没有？有哦，都有很深的道理，都有很多的教育的意义在里面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它是伦常大道。只是祖宗虽然离开我们很远了，死掉了很久了，我们还是念念不忘，还要追思，还要超度他。这是大孝，不孝德之本也，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孝之所由生也。教育就是要发扬孝道啊，如果教育不讲孝道，那不叫做教育啊。这个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听到了，都要发起这个善心，自己先做，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影响别人，影响家庭。这个吉丹丹这个地方啊就不一样了，我们这里是少数民族啊，更要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啊。怎么样团结？要建立共识，每一个的想法看法都要相应才行啊，不然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说法，互相的矛盾，互相的攻击，自私自利，糟糕了，害死这个地方的这个众生啊。不和，不和就有灾难嘛，好不好？哦，希望各位中华文化的精神，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做生意都讲和气生财嘛，国家是国和万事平啊。你看清朝的大殿金銮殿，各位看过没有？到北平去看一看就知道了。第一个是太和殿，第二个是中和殿，第三个是保和殿啊，都讲和啊。日本人学习中华文化，把中华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和带着过去了，所以日本最团结，对不对？他叫什么民族？大和民族啊，还不是小的和呢。所以希望他把那个大和民族发扬光大，就不会私心自用，只为了日本大和而已。世界也要和啊，日本懂了，世界就太平了。所以读书要真正的读通，要做到，才是真正的学问，才是真正的智慧。谢谢各位啊！谢谢王景观居士，感谢王景观居士让我们对中华文化、家庭教育及圣贤教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与体会。我们期待王景观居士下一次到吉兰丹的讲演。会场有准备善书、CD、VCD 以及素食点心等，跟大众免费结缘。而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也祝大家晚安。好，请注意，我们先让前排的嘉宾先离席，后排的嘉宾请稍等，谢谢。